做对决。今天各种球路都可以投在打者不好掌握的一个位置。出棒，这一个滑接用抛的，再这个转传是来不及哈，不过还是抓到了前卫跑者。那这也是张振宇他厉害的地方，不过这个时间上是只要拦到的话是还蛮充裕的，虽然是打中线的，不过速度不够快。华杰接到之后呢，反手抛给李海威，哇，这个抛球真的精彩。最主要是在这么短的时间你要抛得够准啊，你稍微手去勾的摸一下，其实就有可能 safe 了。然后像你觉得很简单的那种表情、啊，不是，就看不到我的表情。我的意思是，我可以跟球迷讲你的表情。我们好还要更好，我们要他接到了之后，手套接了直接就往后抛，不要再换到传球的。接到他就背后就往后抛。接到他手套在左手，哎，对啊，他这样滑下去背身就这样抛啊。他明明接球是在这个右左边。好，先看这一球跑动中啊，进到了手套，三人出局了，这个半局还是留下了残垒。我再来跟昌哥解释。